带我来门，好，好。咱聚会穿的对无？好。无要甲伊搬。好好 ，OK。咱即摆外销敢若反应足好诶，咱放出来出来，大概现在市场情况是怎么样？即摆市场咧走吼，目前咧走，因为今年吼量迄落产量吼，咱讲诶卡数有增加啦，但是因为无雨水，无雨水，所以相对上咱诶酸叶拢变细粒。吼，即摆变细粒吼，内底过咱进前有一点仔伙伴病，所以吼，即价格上方面啦吼，拢有往上提升啦。但目前上咱即摆咧造是拢以台六为准啦，吼，台六即摆咧造诶迄个还蛮不错的，蛮抢手的。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国家来试单或什么之类的？目前阮所接的吼贸易商啦，甲阮所讲的，啊是以台六为准，然后韩国跟日本这样子。那在国外对于那个？蔬果的品质的要求是较悬的，啊，但对一个板头啊是安怎样？当然了，咱另外销方面，咱咧讲要求的品质一定拢较有一些严格一点吼。那你讲像咱食迄个吼果粒安尼吼，就是这样子，红度吼也着色啦，着色度吼一定要够啦吼。安尼啊，也晚熟，晚熟方面就不可以太晚熟，因为咱要做外销，所以咱大概拢离差不多八分半啦，八分半熟来做外销，这是上啊。最好的规格，还有最好的品质。嗯，啊，甜度值有要求的。哦，甜度值有，你咱的外销规格内底，咱这有一个规定的哈，大概一定是要12度以上。哈，哪要讲12度以上，今年虽然绝对拢超过，甚至13、14度都 OK， 因为无雨水嘛，所以相对上伊个酸也加足甜的。全台澳门芒果从我们屏东开始上市，我们大概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，大概到7月份之间，就是我们屏东澳门芒果上市的时节。我们每年澳门芒果不仅在国内的量贩超市来做销售，我们透过共同运销到各批发市场去。当然，我们这几年更远征的到日本、到香港。所以说，我们澳门芒果因为有地势的这个地理环境，造就我们当地的这个澳门芒果是香甜多汁。所以说，每年到这个产地的时候，都会消费者到我们产地来采购。当然，现在各位消费者也不必远劳到我们屏东来，我们在各全省各地的超市都可以买得到。当然，我们在全球各地，我们普及到香港、到日本、到中国大陆。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澳门芒果行销到全球各地方，让所有的消费者对我们屏东澳门芒果更多的青睐。